近日一直都常常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家女儿萌照的王励新妻子吴雅婷，在深夜时分再次 PO 图，看着母女俩满满胶原蛋白的样子，真是能让人在睡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从照片上来看，王励新的女儿似乎又长大了不少，和一旁大大双眼皮眼睛的妈妈雅婷相比，似乎五官方面不太相像呢。果然男方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，跟妈妈在一起的图片看不出来到底像谁。那么看看王励新的日常晒照，是不是会有答案了呢？和自己的爸爸一样，小萌娃的眼睛是有点往下的形状，和王励新本人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回想起当年凭借着快男出道的王励新，偶尔会在一些综艺节目中露面，而在影视作品方面成绩却不太突出，但是在合适的年纪遇上合适的另一半，并且年轻有为的他也算是人生赢家了。当初他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吴雅婷结婚的时候，虽然低调，但也得到了圈内众多好友的捧场与祝福。作为快男中的一员，在人生大事方面他算是快人好几步了。当然王励新女儿眼睛弯弯的样子似乎在大 S 身上也见到过，看她大笑时的模样，高兴的把眼睛都笑弯了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，难怪汪小菲对她那么迁就和疼爱。而再看看大 S 汪小菲女儿小时候的正脸照，这眼睛弯弯的形状不正是和王励新女儿的一样吗？只不过一个是肉嘟嘟的脸蛋，另一个的显得比较娇小，还真是撞脸撞的挺有缘分的。此前晒出的一张大 S 女儿站立着的全身照，某个角度上跟王励新家的也有相似之处呢。同样的是，两家的小萌娃都是古灵精怪的感觉，隔着屏幕都让人觉得可爱到犯规。不管两家的萌娃是否长得相像，都不影响他们呆萌的样子。另外两对夫妻也是宠女狂魔，相信会给粉丝带来更多愉悦的时光。